可以装，但是这不属于我们装置范围内，因为它要改动很多。对对，反正据我所知，装这么一玩意儿至少得五位数起啊，五位数起。有那钱，您还不如把这车卖二手的，您再买一二手的，弄一带暖风的，对，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节约成本啊。再来，刚才说到那个不是得座椅那个镀膜吗？七二七三问说这样会不会影响那个座椅加热啊？啊，这个一点都不会影响。他刚才说了，那个是无色无味的那么一个药剂，它呢是渗透到皮子里之后，在它表层有一种附着。对，这跟你们女孩子去美容院不一样，美容院做完拉皮儿，不能笑，我不能笑啊，你千万别让我笑。它这个皮子不是贴合的，你可以随意的褶皱啊，都是热传导。说是膜，你看。就是所有的项目，包括叫你去 subscribe。